新品的还原画的时候，其实不是以一个跟艺术结合完全还原的形式呈现，它是一个特殊效果，然后如何应用在艺术上面，那时候还在做一个初步的讨论。直到我第一次看到新品它把这样的技术还原技术应用在我自己的画作的时候，我看到成品真的是惊为天人。我没有办法想象说它可以几乎还原到它跟原作100%的感动、笔触、创作的激情，全部都可以还原出来。其实这个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首先是在这个时代，科技不断的影响我们，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身为一个传统艺术的创作者，我就会认为这个技术既朴实又现代，所以非常非常的感动。艺术的的确确在现在这个实用为主的社会里头，我们看不到它有非常积极的实用性的可能。可是我相信艺术当初被创造的时候，它有绝大绝大的感染性跟绝大绝大的善的循环，去告诉大家一些讯息，它是一个很不可取代的载具。那所以我觉得还原画跟艺术它绝对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搭配。当创作者他只有一件作品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天赋，他上帝给他一个这样祝福别人的可能性，他今天可以利用还原画让艺术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让他美好的事情跟美好的想象，或对大家的提问，对所有事情不同的想法能够传播得更远，感染更多人，我觉得这是更棒的事情。其实艺术家在画图小张的是我们以前老师说的，就是所谓的小点心一样。可是你知道大张的作品非常难画，因为大张作品除了题材表现体力，其实它有很多瑕疵跟所有事情都会被放大，所以如果你的构图不够稳定，或者是你的哪里处理不好，你其实很容易被人家看穿手脚。所以大的作品来画一向都是艺术家最大的挑战。今天我觉得还原画可以克服这一点，是说我们在艺术家在可以操作的范围里头，比如说像致敬莫内，真的非常感谢新品这次能够帮他做成一个艺术平权的户外教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样本哦。没有想到新品可以把一个40-50号的作品可以放大30倍，然后可以帮我想要做的东西放大之后，这个时候放大就不只是我所担心的什么瑕疵啊，被人家看穿手脚，我做不到的东西，而是把我所有想要呈现的美好，跟我能够在画面能够安排的肌理跟一些小的趣味，全部都一口气放大。所以我其实非常感动这张作品，因为我常常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或者身为一个画图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作品跟别人生活产生美好的关联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像自己的工作跟自己的身份是很有意义。我觉得身为画廊的经营者这个角度来看，首先要先去规范艺术它真正它能够存在在市场上，它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商品。那以前画廊传统经营的时候是把艺术品跳成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高度殿堂级的一个圣品哦。可是我觉得艺术也有另外一个消费的可能性，就是我们要让生活变得更好，变得更漂亮，不只是要传世传家，我们似乎也要把一个真正艺术的理念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才是真正艺术它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原画这个可以在艺术很务实的使用上面呢，可以完全补强画廊这个商品线缺乏。因为如果我们只卖高单价的艺术品，我相信有很多人就算喜欢艺术，他都没有胆识可以走进一个画廊。所以我想如果艺术能够经由还原画变成一个大众都能够接纳，变成一个平权的一个载体的话，我觉得艺术应该会有更美好的可能。如果说
是艺术要变成一个科技艺术的载体，或者是它要怎么样跟科技整合，我觉得它有很多虚幻或者是转化在一个元宇宙的可能性。可是如果视觉艺术要真的产生人与人的交流跟感动，我们能够看，能够摸，能够真的知道它在那里，而且睁开眼睛在心里没有准备的时候迎接一个美好的画面，我觉得这是视觉艺术要存在在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模式里头。那我觉得还原画如果以一个科技载体来说，它是一个既朴素又可以承载传统又可以带大家走入下一个世纪很好的管道。